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咱们来看一下下船或者下飞机都行啊，但一般不能只下车了，下船或下飞机。我们大声读一下：disembark，disembark Dis。好，下船或者下飞机。首先注意这个词一定是不及物动词啊。从哪个飞机或船上下来，老老实实加介词 from，disembark from，从什么下来们跟中文表达一样们特别好记，加 from 就好了。我们看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 The passengers disembarked from the ferry or from the plane. Passengers 就乘客了，乘客怎么样呢？哎，弃船登岸，从这个 ferry 上下来了，下船了。什么叫 ferry？ferry 咱们在第十课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讲船的总结时说过，谁还记得？什么叫 ferry？ferry 本人表示渡轮或渡船，往返河两岸运输乘,乘客的这个摆渡。来，当然 ferry 也可以表示渡口也行。啊，从渡轮上弃船登岸下船了。 或者说，呃 d e c e m bar from the plane，从飞机上下来，着陆了，降落之后，从飞机上下飞机都行，可以这么说 d e c e m bar from 下船或下飞机。跟它相对应的呢，就是上船或上飞机，就是把前面 d i s 去掉就好了，直接用我们大声来读一下，embark on，embark on，就干脆跟后面介词一块读起来，就忘不了了，上船或上飞机就好了。看例子，we embarked。 On the ship for Shanghai，我们登上了轮船赴上海，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十课也讲过，如果先跟目的地的话，这个介词不加 to，应该加 for；如果先跟出发点的话，可以用 from A to B，由 A 到 B。但先跟目的地要加 for，for Shanghai，咱们就记成赴一个走加个萝卜的卜，那个赴上海就行了。这是复习。那当然上飞机也行，We embark on the plane for Shanghai 也行。 登上飞机起航去上海也行，这是下船下飞机和上船上飞机一对儿词，连介词同时记住，活了就立刻就起死回生了，嗯。当然还有一个上飞机、上火车、上呃这个这个上轮船都行的，就是我们这个动词 board，这个用的特别多了，什么当上飞机呀、啊，什么上轮船的、啊、上火车呀、啊、上汽车呀、啊，这个都可以啊。这个词呃，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在美音中有个勾舌的动作，大声来遍，board。board，当然英国人读成 board，board、oh。哦，美音加勾舌的 board 都行。注意这个上轮船、上飞机、上火车都行。而且呢，它这个及物不及物都可以。如果及物动词，就具体上某一个交通工具，后面交通工具做宾语；不及物动词就是上飞机、上上火车，后面就不加宾语了，表示呃上车、上船、上飞机这个动作就好了。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先看一个及物动词的例子：The couple boarded the train for New York。又看到这个 for 了，因为先跟的目的地嘛，对吧？那么这对夫妇呢，登上了火车，那么启程赴纽约去。Boarded the train，当然一个呢是 board the plane，board ship 都可以。这个 board 当动词来用，我们在第十课应该也呃这个也见过。那不及物动词也行。我们机场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声音，通知说。 Flight number seven fourteen is now boarding at gate eight。大家请注意，passenger attention please。呃，大家注意哦，这个七幺四号航班现在正在八号登机门正在登机。这个 board 这是登飞机嘛？后后面都登什么都知道了，就不加宾语了，直接当不及物动词，上飞机、上船、上车都行。这是动词，再读一下，board。注意，它可以当及物动词，也可以不及物。 但 disembark 可以 embark 上飞机、下飞机、上船、下船必须加介词，把它记住就好了。英语中是一个行合的语言，所以形式搭配就来的特别重要。大家不能用中文马马虎虎这方法来学啊，请把细节记住，成绩就严格保证了。好，这个呃上下飞机、上下船的动作，这个动词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纠缠。 或者是骚扰，总之这个词有贬义味道了，纠缠、骚扰某人。我们大声来读一下：assail，assail，非常讨厌的纠缠或者骚扰某人。哎，这个词有这个意思，但注意这个意思一定是及物动词，而且咱们一般用被动比较常见一些，就被某人或某事所纠缠，被他所骚扰都行啊。Be assailed by 或者 with somebody 或 something，但注意这个里边的后面跟人跟事物都行，被一个讨厌的人、讨厌的家伙纠缠，或者被一个。 这个这个呃很令人烦的事情，这、呃、这这个、这个、所烦恼都行啊。我们看例子，He was assailed by 或者 with a street vendor。嗯，他被一个街头的小商贩所纠缠，纠缠骚扰。本来呢不想买这东西，这商贩特别讨厌，总缠着他，我不想买，不我我不买这东西，你买一个吧。你行行好，你买，你不不买你也是孙子，对不对？他非非得纠缠我，讨厌这儿的。他被这个街头小商贩所骚扰。咱们还记不记得？ 这个 vendor 表示街头的商贩，刚刚讲过啊，这是人跟事情也行啊。你看，he was assailed by 或者 with worries，他被烦恼所纠缠，哎，是一一时这个最近生生活特别不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啊，丢了钱了，这人借钱还不还，弄得好烦呐。这个这烦恼像幽灵一样绕着脑袋转。你看被烦恼所纠缠，记住叫 be assailed with 或者 by 被某人某事所纠缠，可以这么来用。但是这个纠缠骚扰啊。 这个词汇是特别多的，我们在新三册里就出现了很多。你看，至少呢这三个词我们都可以当做及物动词来用，都是表示令人烦的纠缠某人。但这几个词一般多表示人缠着另外一个人啊，就是人缠着另外一个人，很少指事情缠着某人啊。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 a s t o r p a s t o r 这个贬义词吗？你看 p a s t b e s t 本来就可以表示害鸟、害虫、害兽，对吧？ p a s t e r 像害虫一样的总总纠缠我们，还有后面两个也行，harry，harry，harass，harass Har。但注意，harry 是两个 r，harass 一个 r，别拼错了啊。也是纠缠骚扰，这是可以当及物动词来用啊。但一般是人缠着另外一个人。咱们看一个例子，二十九课里边马上就会讲到了，一百三十八页的十三行末尾到第十四行，一百三十八页十三到第十四行。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kept on pester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自从他到那时候开始，就到医院时候开始了。Keep on doing something，咱们以前讲过，表示不停的做某事，令人烦的，老做某事。那他老是不停的缠着，注意及物动词喽，缠着他的医生，非让医生告诉他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去。我这个要回家过节，我不愿意在医院里边儿，他这总是缠着医生。Keep on doing something. 咱们在第二课讲过，老师做某事，be always doing，be forever doing，be continually doing，还有 keep doing，keep on doing，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忘记的话，回去把第二课复习。一定记住，我们听完课之后，一定要仔细复习，大量的演练，在脑子里一遍一遍的过。因为我们知道，学一个呃知识，学这个英语这个技能。 跟我们学身体上的一个本事是一样的。老师教完打乒乓球、拉弧圈球的动作，你必须天天去操练，把它练熟了。否则的话，两天就忘了。一定仔细复习啊，前面的课程，希望大家反复多次收看，直到能够牢牢的记住就好了。这是纠缠骚扰某人都可以啊，但有些固定搭配里边呢，咱们一般就不替换了。你像有个词叫性骚扰，性骚扰就是 sexual harassment。 这个里边一般都用 harass 的名词形式，这个性的性方面叫 sexual，尽管呢一般字典注音是 sexual，但我们那个 s 碰到了耶，一般会发生是这个音，还记得吗？this year 读快叫 this year this year 所以我们先读一下性的这个词，sexual sexual 再读一下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ment 一般什么上下级之间的上级。 也上级对我进行性骚扰，哎，你说你要是女的呢，我就忍了；你还是个老爷们还是男的，这更讨厌了，对吧？性骚扰叫 sexual harassment，把它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啊。好，这个这个呃搭配里面一般我们就不替换了啊。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重要词汇，就是刻写或者提写一个重要的动词。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inscribe，inscribe。Ins cribe, Ins cribe 叫刻写或题写，但注意，表示刻的时候一般都是刻字儿，不能表示刻图案、刻花纹不行，一定是刻字。比如说，我登到天安门城楼写某某某到此一游，当然是不能这么做啊。刻字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大声再读一遍：inscribe，inscribe，In 或者表示题写也行。什么叫题写呢？比如我这个发行新书，我给读者签名把书皮打开，在扉页上写上我的名字，这个也叫 inscribe。总之，都是写到里边去吧。 因为这、I、in 可以表示进去在里边来、呃，那个、刻写是刻到里边去，题字呢把书皮打开在扉页里边写、呃、所以就往里边写可以用它。我们看看这个呃词汇的搭配，搭配呢后面也是一般跟这个这个介词 in 来搭配。我们先看这词的字根啊，记住这个、I、in 一般是 in 表示在里边，后面 scribe 一般就表示 to write something 写字儿的意思，所以刚好往里边写，刚好是写进去啊。呃 记住啊，scribe 这个字根本身表示写字的意思。为什么呢？你发现这里边有个 s c r 三个字母在一块儿，s c r，你听声音，scr scr scr，这么一个声音，它一般都是跟摩擦呀相关的。你看好多像摩天大楼 per, s k y s c r a p e r s c r p t s c r p t 本来是摩擦的声音，挠痒痒，你看这个地方挠痒痒，我挠一挠，对吧？这个叫 scratch scratch，你看也是 scr scr 这个这样一个动作，scribe。 那古代的鹅毛笔嘛，跟这个纸在蹭，擦擦擦擦擦擦，写字是要摩擦才的出声音，所以叫 scribe，一定是写字儿，在前面加 in，in 进去往里边写，所以刻字或题字就可以用它。看例子，介词搭配也是加 in。你看这两个句子做对比：那 He inscribed his name in the stone，他在石头上刻进了自己的名字，刻到里边去了。那 He inscribed his name in the book。 他在书里边提上他的名字，注意题字不能在封皮上，封皮打开在扉页里边写，所以还是写到里边去。来，这个好记了，这是刻字或者题字都可以用它。那么后面介词加 in，我们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表示这个写的字跟词太多了。第一课我们就见过人们对美洲狮的描述，当时见的是名词 description，它的动词当然是这个词，大家可能最熟悉，描写大声念，describe。 Describe，注不注意？不要读 describe，这个 k 在后面要浊化，轻轻发一个 cribe, g。Describe，不不，scrib e 不是 cribe 啊，在这边 d e s c r i b e d e s c r i b e 这个字叫描写，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个 scrib e 表示写字儿，来，前面这个 d 呢 d 这个字头意思很多，其中有一个意思表示 down，向下的意思。刚好 describe，write down，写下来，不是描写吗？用笔把它写下来，描写描绘就好记了。 还有好多，你像 P R E 开头，我们先读起来。Prescribe，prescribe，Pres 这个 s c r u b 还是写 P R E 呢？是提前时间上靠前一些，提前写好了，我们才能拿着这种这个东西去抓药，所以这个动词叫开药方或者开处方，提前先写好。来，我们再读一遍：prescribe，prescribe，Pres 提前写好，这多好记呀、啊，对吧？再变一个。 哎，你看，p r e 换成 p r o 了呵呵，这注意这俩不一样啊。p r e 是表示时间上在前，p r o 呢，p r o 一般表示位置在前，地点位置更靠前一些，在前面写。别出门，我们要往左拐，突然间不让拐了，为什么？前面立一大牌子，施工种地，禁止入内，在里边施工，进去危险，不许你进了。在前面写是禁止你进去，所以这个动词叫禁止的意思。我们大声再读一下，prescribe。Pres Prescribe，你细听还是能听出点差别。Ple 是 pre pre pre，ple 是 pro pro pro，哎，略微还有点差别。读慢了听得出来，读快了就几乎听不出来了。我们先慢慢读，先读就开处方，prescribe，再读禁止，prescribe，pre pro pre pro，但读快之后几乎都一样了。我们快点，prescribe，prescribe，Pres 这就听不太清了。哎，好，这是。 呃，在前面写是禁止的意思，在前面写牌子不许你进来呗。再看几个，你看又出现个 sub。我问大家，可能很多同学知道这个 sub 表示什么意思呢？哎，我们知道最常见的意思可以表示在下面，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在外围一圈，在外围或者在下面，在下面写上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特别多，比如说它可以表示订阅或订购的意思。订阅，比如订阅这个这个《北京日报》来，你你光说我订阅不行，在下边签名啊。 李延龙哎送到我家，在下面签字表示订阅成功了，还管认捐多少钱？认捐啊、呃！这个认捐就是我声称我要捐呃一百万，比如我要捐一个亿，我要给呃给中国政府捐款一个亿，你光说捐一个亿，你跑了怎么办呢？下边的签字我写上俞敏洪，在下面名字一签就走了，下边的签字啊，要不然你跑了怎么办？认捐多少钱也可以用它啊。呃 还可以用，呃，还还其很多其他的意思，比如说这个词还表示赞同、同意。subscribe 后面一般加介词 to，subscribe to something，同意某事。为什么表示同意？我下面写名字了，下面我签名表示同意嘛？你看，订阅、订购或者认捐多少钱，甚至表示同意、赞成，都是在下面要写上名字，所以特别好记。这个意思就穿到一块儿，穿起来了啊。还有呢，更难一点的，我们有 transcribe，T-R-A-S。R A S T R A N S，那么 T R A N 这个 train，你就记成中文中“穿”那个词就好了，穿过去那个“穿”，刚好是从这边到那边。你跟跨国婚姻叫 transnational marriages，transnational 是国家的，transnational 就从这国那那国中国到美国了，跨国婚姻。所以 T R A N 或者 T R A N S 都行，表示从这边到那边。啊，原来这边的字儿在这边再写一遍。 刚好就抄写、誊写一遍。原来这字儿在这边，在这边，我再写一遍。那这边到这边来，再写一遍，这不抄一遍吗？抄写或誊写，我们再读一下：transcribe，transcribe Trans。你看，这是我们常见的几个跟写字儿相关的。我们回顾一下，看能不能这个几个词一辈子忘不了了。我指英语，咱们说中文意思啊：describe，描写、描绘；subscribe，下面写名字，订阅、订购、认捐或者赞同、同意。 Prescribe 提前写开药方，Prescribe 在前面写禁止。Transcribe 这边写到这边来抄写或誊写。那本文中中心词 inscribe 呢，往里边写，呃，刻字或者是题写，这个都可以啊。这是重要的一个字根相关的词，记住这个词，重点就记住了啊。好，咱们最后来看一看一个形容词，就出人意料的、过分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outrageous。Out ridges, Outrageous 这个词是多义词，在本文中意思表示出人意料的、过分的。当然，它本身也可以表示令人气愤的、令人这个这个这个心中的怒火上升的。但是在本文中，它是出人意料的、有些过分的。这个指什么呢？经常可以用它来指价格。这价格不合理呀、啊、！The price is outrageous。这价钱太过分了，价钱有些出人意料。这个当然，这个价钱如果是要是商家呢？ 出的价钱吗？这太高了！我说一碗拉面卖六百块钱，你这太可，太狮子大开口了。这个如果要是顾客砍的价格呢？商家说 outrageous，你价给价给的太低了，对我这一栋房子，你说你还点价，你就给两块钱，这不行啊，这这太低了。outrageous 出人意料的、过分的，可以这么说。咱们买东西的人呢，当然是指价格太高了，对，指太。我说这个价钱太高了，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表达。<coughs> 在书后题，在本科中书后题就出现一个替换。我们先大声读一下，“preposterous”。“preposterous” 这个词也是荒谬可笑的，太荒唐，价格太荒唐了。我们再读一下，“preposterous”，荒唐可笑的，这个特别好记。你就 “poster”，“p-o-s-t-e-r”，、呃、可以表示什么？招贴画啊，我在前面往往这这提前贴一个招贴画，在脑门上奔 贴个纸条，看上去很很荒谬，很荒唐，所以价格太荒唐可笑，荒唐可笑的，再来一遍，preposterous，价格荒唐，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个词也行，这个词大家可能更熟悉，就是荒谬的、荒唐的价格太荒唐了。呃，我们买东西人说价格荒唐，都是指太高了，对、嗯、吧？我们再读一下，absurd，还有一个发音，这么多也行，absurd 都可以啊，absurd，absurd。Abs urd, Abs urd, 价格太荒唐了，您这要价太高了，狮子大开口了，哎，都可以这么来说，这是指价格不合理的。嗯，那么指价格不合理的还有我们一些习语，咱们做复习，以前也说过。That's highway robbery 或 That's daylight robbery，还记得吗？我们在十九课《飞猫里》里边讲昂贵 dear，讲过这个习语。我们在大声读一下：That's highway robbery，t a t s daylight robbery。 Highway mean robbery 就马路上抢钱了，公路抢劫。Daylight 是白天了，白天抢钱嘛？这不是东西太贵了，太贵了。还可以说呢，The car costs a fortune, cost a fortune，cost a fortune 要花一大笔钱，表示价格昂贵。Fortune 表示一大笔财富的意思。我们再读一下这短语，cost a fortune，cost a fortune，一般现在是第三人单数，加个 s 就好了。那还可以这么说，我说 The car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花了我一条胳膊一条腿，还记得吗？ 这也是固定词语，表示太贵了，这出血本儿了呗，胳膊腿都留那儿呢，不可能真给他胳膊腿，否则车开不走了就。那、呃、这个表示是贵啊、呃。我们读一下这句话：The car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The car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哎，这东西特别贵啊、呃。咱们再复习复习，当年我们听过那道听力真题，咱看看现在还能不能这个回忆起来，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好，先听一遍。Number four.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 to Linda? I sure did. It must have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Number four.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 to Linda? I sure did. It must have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关于这个戒指,男, 你只要听清了习语了，就白送分了。It was very expensive，好贵哦太贵了。看为什么选 C，看原文。Number four.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 to Linda? I sure did. It must have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 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哎，yeah, 第一个男的说：“你看没看见这个 Bill 给 Linda 这个大的钻戒呢？” Did you see the diamond ring Bill gave?、It? Did you? Did you? 我们说了有个 Did you 变成 Did you，这么一声音。下面的 diamond ring，diamond，咱们在第六课砸橱窗抢劫中也见过这声音。diamond，看见了吗？第二个女的说：I s u r e did，我当然看见了。好，像大钻戒二十多斤，对吧？能看不见吗？It must have cost him an arm and a leg，肯定花了他一条胳膊一条大腿了，对吧我说这钻戒比帽子还大呢，这么大一个，对吧？那后面问他说，What does the woman imply about the ring？ 关键是戒指，它暗示什么呢？贵呗。It was very expensive。为什么？花了他一条胳膊一条腿。嗯，这是形容东西贵。咱们对十九课知识有复习啊。好，二十八课比较重要的词汇和短语，我们就个老师学习到这儿，希望大家仔细复习。